我是李恒，那很高兴呢，大家出席了，就是我们宋承宪的粉丝见面会，你们嗨不嗨？我跟你讲，你们这种的声量呢，等下出来将会觉得新加坡歌迷不够，粉丝不够热情。可是大神嗨不嗨？好，好，那在这边还谢谢我们的诚意赞助 West Coast Plaza， 然后这一次呢。 他的最新的这个作品呢，很快的就会在 U 频道播出。仁义这部戏呢，将会在4月1号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的10点在 U 频道播出。那等一下呢，他会为我们前面就是有100位的新的粉丝签名，好不好？当然有一些重点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因为底下签名的时候，韩国的朋友会比较严谨一点点哈，就只能够签名，不能够做别的事情哈。好，所以尖叫声不要停。 好，那就这边，那就先请宋承宪先跟我们新加坡粉丝先说个hello，好不好 ？Hello, I'm so excited. Nice to meet you. Thank you. All right. 好，那这一次真的很难得，他来到新加坡为这个新的戏宣传。当然呢，还是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哈。 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他是第一次演韩国的古装戏，是什么样的感想呢？제가 어제 그저께 왔죠. 그저께 신가포르에 왔습니다. 한 이틀 전에 2011년도에 만화 행사로 잠시 싱가포르에 들렸었는데 그때도 마찬가지고 이번에도 너무나 많은 분들이 환영해 주셔가지고. 사실 이렇게 싱가포르에 팬분들이 계신 줄 몰랐어요. 진작에 알았더라면 좀 자주 왔었을 텐데 이번에는 닥터진 프로모션 차 이렇게 오게 됐는데요. 닥터진이 4월 1일부터 방송한다고 하니까 여러분들 많은 기대와 성원 바라겠습니다. 예. 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翻译员来翻译一下刚说什么，好不好？ 这次呢是他第二次来新加坡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有妈妈秀，然后2011年有来过，然后没想到这次来就是这么多 fans 来欢迎他，然后没想到新加坡有这么多 fans， 早知道他就是经常来了。这次来呢是因为那个 Dr. Jin 马上就会上映，是4月1号上映，希望大家都喜欢看。 好，那希望他常常来，来不来？好，那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啊，因为这部戏呢是关于这个医生嘛，很多什么手术的片段啊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难忘的事情呢？在拍戏的时候。아무래도 저의 역할이 이제 현대 의사가 150년 전인 그런 시대로. 돌아가서 의사활동을 하는 거기 때문에요. 아무래도 매회 이렇게 좀 수술 장면이 많은데 나중에 보게 되시면 굉장히 어떤 분들은 좀 징그럽다고 하신 분도 계시지만 그만큼 굉장히 리얼리티를 살린 드라마니까 여러분들 많은 시청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. 예. 好. 那这个drama呢，是他穿越时空，然后去到回去150年前，然后他当医生，然后有很多就是手术的那种画面，希望很多人喜欢，然后看收看，因为这些画面呢会很真实，就希望大家喜欢看。好，重点是你们会看，很好。 那现在呢，马上开始我们的签名会，有请的宋承宪就坐，好不好？好，有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跟你讲，要待会呢有几个事先的这个事项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千万不要推挤哦。那我们前100位都有机会，然后都是就是来到台上的时候就不能够拍照了哈，要拍照就现在在台下先拍一拍哈。好的。 所以，如果他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请这个工作人员开始，就是，可以请我们的影片们来到台上，跟这个宋承宪做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啊，因为真的很难得他来到新加坡，这次为他的这个戏的作品来宣传。然后上一次呢来的时候呢，是2011年妈妈颁奖典礼的时候啊，已经有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了。
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邀。